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介绍个产品，这个产品就是 Sally Liquid Nails。现在以下这些木板是要使用钉子，但是现在我要使用这个 Liquid Nails 来代替这些钉子来完成这块小木板。现在我就要使用这个 Liquid Nails 来完成这个小木板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的小木板就完成了。Sally Liquid Nails 是更凝固、更持久，适合给干式木材做连接。大家记得去购买这个 Sally Liquid Nails， 现在各个五金店都有销售这个牌子哦，大家记得多多支持。